那个时候，冷宫后面飞起的莲池，就是我唯一的去处，也是我唯一能放下防备的地方。 直到那天，我遇到了他。你是谁？他比我见过所有的人都好看，比我见过所有的莲花都干净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这世上最耀眼、最美好的神赐。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 你冷吗？